今天早上就是一开始第一卡的时候，他就很礼貌跟我打招呼，他就说：“哎、欸、姐，我等一下就这样牵你哦。”想说，你知道牵老奶，你知道牵老奶奶过马路吗？徐光汉开口就叫老 Hebe， 女神下面敞开笑翻。第一次合作，我们觉得这次拍 MV 的默契好还不错，要不要说说这次合作的感觉？两个字，为什么会没有合作过，却又这么有默契？看起来这么有默契，两个字，一、二、三，专业。哦，原来是这个。Hebe 敲完已久的新歌《悬日》，找大热男神许光汉跨刀。落下同一颗太阳，有什么特别的吗？问一下，你确定你是医学系还是舞蹈系的？因为今天好像有跳那个佛朗明歌舞。我舞蹈系的，他医学系的，我教他这样子。他教我，只要有节奏随便，主要是让这个裙摆可以拉起来。对对对。这段应该真的蛮白痴。平常会跳舞？不会。是魔鬼的步伐，是魔鬼的步伐，是魔鬼的步伐。来，裙摆啊，裙摆哈，裙摆哈，待会要裙摆哦。要裙摆吗？没错，没错。公鸡看了一眼，笑嘻嘻。拍翅膀冲过去，这一次听说好像看到剧情之后就一口答应，是剧情还是因为有光汉的那个是因为光汉啊对啊，因为就是超想跟他演戏的人气爆棚的许光汉，不止让傅真女神笑得花枝乱颤，还电得另一个女神不要不要的。想见你，只想见你，未来过去，我只想见你。穿越了千个万个世界线里，人海里相依。我很想看娜娜和许光汉演那个《想见你》的经典的片段。李子维。怎么了？我现在可以许我第三个愿望吗？我希望有一天变成你喜欢的那种女生，这样你就可以像我喜欢你那样喜欢我。我可能没办法喜欢你。你拒绝我是因为莫俊杰吗？我拒绝你不是因为莫俊杰，是因为张杰。是因为张杰。